怎么样？啊，还得加油啊！你给我那个床，还有那个枕头。爸爸，你小心点。好。枕头。爸爸，找一个办法，快！我再弄啊！这个灯还有这个镜子放在哪里啊？给我看一下。猪猪，速度！左边上面。左边上面，好。爸爸，你最厉害！不，你最厉害！那可以玩了吧？嘿、hey, ，我们来开灯好不好？好。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可以玩了！哇，我还要安装那个厨房啊！你已经收工。拼搭不伤手，还可以激发孩子的手动能力和创造力。朋友玩过家家了。I told you not to break the books. Don't be angry. Daddy, don't be angry. I'm a bit angry right now, you know? Book is broken now. 进行东北话考核现在开始了啊。这是什么？鼻梁子。我脑门子，这个呢？后脑勺子，这个鼻梁子，这个后脑耳朵子，这个是下眼巴子，这个下鼻贴子，这个下巴头子，什么？下巴头子，好喜欢饺子，你好喜欢吃饺子呀？是。都不喜欢妈妈，好了，妈妈吃的，爸爸吃的，都不喜欢妈妈，让哥哥，我找哥哥来吃妈妈。等哥哥来吃。是。那你是不是 gentleman？ 什么？那你是不是 gentleman？ 我是不是 gentleman？ 对呀、啊。我觉得我是，你知道 gentleman 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觉得你不像 gentleman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告诉你， gentleman 就是绅士的意思，就是很容易帮女生开门呐、啊，帮他们穿衣服啊，帮他们拿很重的东西，这个就是 gentleman。你为什么不帮妈妈拿包呢？我不帮妈妈拿包是吧？对，因为是妈妈的包啊，是她的珍贵的东西，是她选的买，她选的拿，为什么我要拿？就像我不拿你的背包一样啊，是你想带背包，那你应该自己拿，这个跟 gentleman 没有关系。你就想拿我的。喂，爸爸。哎，佳佳，我发现有一个问题，你最近不怎么玩你的玩具，所以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这样的，猪猪，我把你的一些玩具送给孤儿，还有那些很穷的孩子，好不好？不。一部分，可以吧？你给我送一点点，给他送娃娃吧。给他送一点娃娃。对，就不要送这么多，我要玩具。那好吧，那你给我一点点，好吗？那给他们一个，给他们。一个小熊，还有一点，我的积木就给我一点点好吗，爸爸？好，谢谢猪猪。喂，爸爸。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我想知道。你以后长大的时候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啊？要扫地。什么？扫地。我还没说，比如说你直接说扫地，为什么你想扫地呢？因为这个，你看别的地方好脏了，我要那谁来
谁来打扫啊？谁来打扫？对，我们家里脏不脏啊？脏啊。我们家里脏。对。我本来想说警察、医生什么的，你还说扫地。啊？没有什么不好的工作，每个工作都好，对不对？你以后想扫地，我支持你，乔治。我们来去扫地大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